大部分人都讲弯道超车，事实上呢，你在弯道里面很难超车，你用的东西都是人家的东西，你怎么弯也弯不过去。真正的权限应该是换道超车。新的赛道从哪来？你通过技术研究，才可能给你穿到新的赛道去了。单分子的话本身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里面有很多的性质或者很多的规律，我们人类并不掌握。我们说看到你的人很简单，我是眼睛能看到，但是呢，说看到一个分子怎么看，我能不能眼见为实。2001年，我们是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就能针对给人展示了这样的一个分子碳六零，的确是一个像足球一样的东西。我们做这项工作之前是没能看到的。后来大家说你老看有什么意思，是吧？看你的东西是为了认识，为了改造，我们就开始做分子手术。到了2005年，我们应该是在世界上第一次真正的对一个雌性分子进行手术，然后能改变它的自旋状态。单分子的用途是在哪一块呢？离真正的应用还是有一段距离。这个领域还是一个基础科学发展的，就是满足我们人类的未知世界的探索，追求我们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的一个极限。我们这个整个团队最重要的一条线是这条线，第二条线就是从器件这块发展，就是说面向就是今后的，而不是说今天的。我们集成电路是做得越来越小，但是这个还不是一个最重的竞争，最重极限你可能要到单个原子或者单个分子。就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走的一条路。我们有很多的单分子器件在做，比如单分子开关、单分子整流器。那么这时候如果器件它的工作原理都变了，那相当于我们要换赛道了。科学家的第一要素就是你必须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好奇心，就是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任何好奇心，那你就没法研究了。最终解决的时候，你回过头一看，哎呀，这工作10年前就开始做了，到现在才做完。你也必须要有好的科学训练，掌握很多的理论，很多的技术。人生当中最后还有些运气，不能想到就是我所有的工作都必须有回报。真正的科研是很多情况下不是你一个人在做，全世界有几百万的科研工作者，大家都在做。哎，可能你的运气好，你一下你先解决了，而且你做了一半的时候，你做了90%，人家把解决了，你第一做完了，第二那你就认。我是喜欢拍拍画画草草，我想我可能40岁之前对这些东西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某一天突然发现整个社会环境变化了，各个城市啊、大学啊、单位啊都美化都很好了，你会发现很多的花花草，每次看到了很漂亮，就突然某一天就想，哎呀，我是不是该识别识别认识这些花花草草了？做科研的人就这么很简单，就是你是逐步满足你的好奇心。85年大学毕业，一直在科大求学工作。你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长了，你对这样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了，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就是类似于一个家的感觉了。我们校园植物是非常多的，300多种，我能认识可能是200多种。科大是一个很好的、非常宽松的一个氛围，就科研是没有什么限制的。所以在科大基本上没有天花板。我们很多年轻老师到科大来选择的第一个可能就是这个问题。第二个呢，科大因为没有太多的人际关系的情况下，它的交叉就做得很好，让大家经常到一起碰撞到一起聊聊天，它就可能就激发交叉的火花。所以科大是我们国内可能能够实现做交叉前沿研究最好的一个学校。这是我们科大的第一教学楼，历史比较久，我做从博士阶段一直工作到97年一直在这个楼，所以对这个楼的感情非常深。我在做博士生的时候经常熬夜，晚上这个楼的前门后门都关掉了，我们就从这个窗子跳到这个台阶上向下走就回家，所以有非常深的影响。我觉得我当初刚接受科研的时候，我们全校就一台计算机，那时候是从国外进口，这一个 CTU 有几十个人同时分过来用，后来就发现你根本算不动很多问题。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我们不敢去碰，因为我们没有条件。现在近10年的经济的发展，包括科技的发展、计算机的发展，对我们国内的条件的改善就起了个非常大的作用。像太湖之光在国际上排名排第一，排了好多年，但是你把硬件打到那个地方，你没有应用是不行的。当时2020年的那天工作，事实上就是把我们的最好的计算机的所有 CPU、GPU 用在一起，
同时做一个项目，联合在我们国产机场实行超大规模的并行，展示了一个中国在电子结构计算这一块的一个制高点嘛。我是2007年加了农工党，当时想法非常朴素，就是换一种方式了解一下社会，它有一些特定的渠道可以了解社会的民情，然后有一些渠道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是希望我们国家在原子创新这一块还是要多方面下了头路进行规划。人才这些东西不是靠一个命令就做好了，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一个积累。从国家层面，特别是我们国家的领导层面，对科研科技的发展是它的重视程度比以往要更加深刻，更加切中要害。因为最终国力的竞争就是科技的竞争，只有这一块竞争力上去以后，你才能保证其他的竞争力才能跟上来。无论是各种大的会议、中央领导的讲话、文件建设，都让我们感觉到我们从上到下基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科技的创新是我们中国发展的最基础的东西。